这是我们花艺学习的系统性的最后一个阶段。那来到这边，我们可以跟随那个德国的老师，然后大师，他们教我们更多更艰深的东西。因为我在台湾学习德国花艺系统嘛，然后我就想要到当地来看看，就是这边的环境还有文化，就是为什么会产出就是这样子的系统，可以让我们有这个遵循的规则，可以学习一个正统的花艺这样。很想来这边，就是看就是很自然，从书里纸里面看到就是环境的自然。德勒斯登的课程就是它是一套很有系统的课程，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对于花艺的学习。我之前是在台湾学德国花艺，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德国花艺在台湾是第一名，所以我就来了德国学习，专程为了来这里学习为什么是第一名的花艺课程。我觉得歌德是有理论系统性的学习，那像我们会学习到造型学、色彩学理论是一套很完整性的花艺系统。我觉得来到这边其实最吸引我是就是他们很尊重这边的植物，对，然后就是也很重视环保，然后在这里就是大家的学习都可以有自己的个人风格，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已经学到了就是整个系统，那大家都会很有逻辑的，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作品，使用了自然的元素，然后不去破坏植物或是花的本性，不用去不使用染色的东西，然后使用环保架构这些东西。